点点一滴滴，将心事来到我问呀问无感情歌。你别冲上，你别乱来哦。你来搞我啥啦？今天是要做鬼的呢？我给你出去，我无想个 DJ 房间内底看到你，啊，搁有你任何跟你有关系的物件。春春，春春，你肯定真的好无啦？我今晚真生气，我的头脑比过去较早，任何一个时阵都较清醒。我袂阁让你袂再个骗去啊！我让你知影，你做出对袂起我的代志，你就要付出代价。我过去，我让你想一遍啊！我袂阁放任你。春春，爸已经失去你弟，要跟你袂用甲伊同款啊！病阁需要我来看，你袂好把伊去用输，病难好管，到时阵病因若真正倒，爸就真正会跟你倒。你敢真正希望看到这种结果？他只管只要讲这话，我怎原谅你？你莫妄想啊！在这个世间，还有人救你雪白一个医生。就算你走啊，你死啊，敢不还当有人代替你处理这个代志？你哪用过河拆桥？我已经提3000万出来解决咱病院的代志，这摆暂时解决了，你得要跟我走，一点仔情分都唔顾，安尼敢会伤现实？3000万。我知道你现在人在风飞团，管我说啥你都听不进去。等你较冷静的，等你气较消了，没什么事情，等来再说。出门啊，结果徐爱发搁走来找，想要继续跟我搞搞的，啊，我去吧，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修理伊啊。介一种人，有啥物好讲的？袂使咪就好嘛。事案要向大家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开除徐来发医师，改变伊伫福建病院的医师，还佫代理一定的职务。从今以后，伊袂当佫入来福建病院做任何业务处理，而且伊所有一切行为。嘛，甲这间病院无任何关系。爸，我无你这种囝婿。一定啊！你已经不是这间病院的医生，免阁叫我院长。
大家免怀疑，我想要安尼做，因为许来发是一个无医德、无良心的医生。今仔日这个会议上，我甘愿下死证，把建校的家内事讲出来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影伊的所作所为。我是要让大家一个境界，和平病院绝对无容忍，阁有这种败行失德的医生，就算是我囝婿嘛无用哩。坐在我面前的各位，对着我作为打拼过的老同事，啊，有的是优秀的新人医生，要不大家都无亲像伊同款，来到福建病院，带着我的查某囝，打着好的地位，前途无量，要不想袂到。不知道要珍惜自己的好运，乱利用病院的医疗资源，受厂商的控制上，今仔日会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拢是我当好骗不了用。我看人看得不清楚，才让病院造成这么大的危机，也带给大家真多麻烦。我伫遮，向所有同仁道歉，为失礼。一定，这不是你的不对，是许来发，伊故意你要栽培。不是，所有错误拢是我造成的，我当然要负起责任。请坐。严哥，我即马真想要找脑科医师，甲徐老板头壳破开，看伊头壳内到底是有偌济奸诈诡计，才会当安尼一届搁一届欺骗大家。还有，请心脏科医师甲伊心脏挖出来，看伊的心是毋是乌干那白浆，做人。谁哪会当这么无天良呢？请胃肠科医师看伊腹内是毋是拢是歹肠烂肚，才会安尼害人，我一点仔都毋知影计数。顺便，请骨科医师把伊骨头拢拆落来，看伊到底是毋是才坚骨。为了荣华富贵，辛苦比所有人。甚至是爸母、甲母子，拢会当出卖。许来吧，你哪敢一直去干呢啦？谁让你来变安尼啦？对啊对啊，你讲是不是啦？你走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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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去啊！大家拢误会啊，这是阮家母事，不应该影响到你大家。你免阁辩解啊！伊就讲拢是事实，你阁唔知哦？可能真正爱阮看报纸，好全国人拢是在你继续来发大医师。春春，你袂晓安尼就给我赶出去。你莫了再讲一遍，阿姑老会当原谅你。即马马上赶我出去，阿若无，叫这医生把你放出去。出去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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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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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
已经这么晚，一个换衫，一个化妆，是要去哪啊？我在问你呢，你有听到吗？除非你先跟我回信的啊，啊，若无，就别跟我讲了。这件代志是你做唔到在先，应该是你跟我回信的。想说特别你拄到代志，我这里无讲道理啊。我是你的太太呢，你竟然拢徛在恁大姐那边，都无在替我想，你是不是应该向我回信的？你看，你的态度永远拢是安尼，再让人无得忍受了。我的态度是安怎？较早你拢袂安尼对待我呢，你现在怎么拢变啊？你心内够我这个太太无？这是两回事。你是我的太太，并无表示讲你做唔到代志，我赶快来听你。我无想跟你玩，我来困客房，你家己好好关心一下。我要出去啊，暗时要困倒，实在哩。夜店佚佗啊，阿总，袂用啊。卖过头好无？你即摆是有心的人咧，哪会当去我的所在？我实在袂当去啊。敢讲我即摆就应该要把你的厝内面，啥物所在拢袂当去是？伊无替你家己想，伊嘛爱替你巴肚内面啊想。迄款所在又搁差人又搁侪，万一伤客去伤害着巴肚内面啊，是变安怎？你拍我的时阵，敢有想着咱的囡仔？你即摆有啥物立场跟我讲这种话啊？是嘞，是嘞，会用是无？不管安怎讲，我拢无应该动手拍你，是我做唔对啊。安尼好无？叶某这边，你对大姐真正做了伤超过啊，我才会这么生气。你一句大姐，两句还是大姐，这嘛是安怎？恁大房甲二房变作一家人，等到我这某变作是外人？好啊，安尼归去啊，你着把所有财产拢送给恁大姐。你慢慢搞，我这个做太太，还够咱两个囡仔做伙生活，规定我拢无重要啊！你细以为这是共死？玉慧，玉慧，玉慧，你哪下离婚啊？玉慧，喂。你是不是对？讲来着，别个闹啊！呀，我跟你等伊要创啥？继续听你讲，你家底要话清醒。好啊，既然你姐弟亲生，安尼你就去找伊，唔免管我要去倒。别个闹啊，讲来着。我放心。李永新，我跟你要搞啊！我一定要烤饼干啊，送恁爸恁妈。Amy， 我知啊，你讲什么？你工课无闲，啊，我替你个烤饼干送恁爸恁妈，只是借口。其实你只是希望我能跟恁爸恁妈讲一下话，改善我跟因的关系啊！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好啊，Amy，无像安尼，有啥物代志等下再讲啊。哎，我回去用的。你即马就叫恁大姐来给我回信嘞。一定要把这个家闹到鸡犬不宁，你才怀疑是无？这所有代志都是引起的。我要求伊来回信嘞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难道是你？你为何伊已经为何佮无讲道理啊？你知影无？过来个。你给我放开，我无要回去啦！叫你莫穿迄个乖鞋出来，你唔听，差点跋倒，敢毋是？我就是超过伊要坐伫个车。你今仔若是无叫大姐来甲我回信嘞，我就一直踮遮坐，我拢袂转去啊！放开啦！好，看你要安怎闹，互你闹一个较有够的。你要坐伫遮偌久，拢袂要紧。
也唔过你免想讲，我会找阮大姐来这给你回信嘞。杨浩天，你也靠跟我一个人在你的家，我今麦就随去找爸，把大姐照见的代志拢讲出来，你要相信无？我讲的拢是真的，我唔是在讲真笑的哦。你让我感觉，我认识你，认识了不够深。我本来抓准你是一个够情，无就吞恁无公平代志的人。要不经过遐尼济代志，我看见，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。我自私自利，我若真正自私自利，我就是为着你，为着咱的囡仔。你讲是为着我，为着囡仔。还是为了你家己，讲坦白，连我嘛真怀疑。你即摆安尼，敢来给我感觉，你给我真后悔娶你。你若是要离婚，你就照你讲，我绝对袂跟你啰嗦的。杨浩天，我是要去找你，其实你今日变做安尼，我嘛就接近啦。当时我也是坚持，卖让你离开我。那你今日嘛袂遮尔狼狈，家一人站要倒一个涂骹，连要家己机会人都无。刘辉，你已经回去了。真歹势，我是想要送你回去。不过今麦咱两个身份若是行做伙，这会引起误会啊。你好好照顾你家己。免啊，我家己好起来。李永慧。你那个家己母搁这么悲哀，而且搁有金大风看到你上流过的时阵，李有辉。今麦是不是感觉家己真见笑，真无面子？你的个性我真了解，我知影我是伫这个时阵去笑你，只是让你坚强面对。只有同情你、关心你，才让你真正艰苦。大风，嗯。你还阁提倒转来？爸爸伊无伫咧厝啊。我无入去厝内。为虾米？因为我到位的时阵啊，我看杨浩天甲李友惠啊，两个唔知为着什么代志伫遐冤家。啊，我过我惊歹势啊，所以我就无入门啊。浩天甲友惠冤家，敢咪是因为我甲浩天借钱的代志？
要紧啊，林刚吼，我再提灯给爸妈就好啊。啊，是讲你敢知影伊两个咧冤家啥？我真正唔知啊。我昏我刚才看到李友会一个人坐伫涂骹，底下甲杨浩天唔知影为了什么代志底下急起。啊，杨浩天伊头歪咧，就是要出来。啊，一个大巴肚的查某人坐伫涂骹，是真可怜啊，真悲哀。所以，我就伸手想甲救起来。大鹏，你现在够关心李友会哦？敢讲你咧同情伊？我关心伊啊。无唔对啊！我确实是你关心我的元首啦。我嘛即马坐伫龙阿来，食免钱饭。我叫李有志，打伫涂骹。阮一家伙啊，互人母甲遮尔凄惨，拢是因为一个人。这个人叫做李有惠。李有惠是我一世人上大的元首人，所以我当然要好好甲关心一下。我听无你意思咧。李慧的个性啊，我真清楚。假使我是你这个时阵，我甲踢球，那呢，一定用尽心机想要反击。啊，不过我来你这个时阵啊，我真够可怜。那呢，伊就变得真见笑，也变得见笑当生气。啊，不过伊个生气无咯。啊，感谢这两字，伊阁无法度讲出嘴。这个时阵啊，伊就敢咧像是只伫南湖相拍架，想要找人相打，暗过阁找无对手，这是真狼狈一件代志。我唔对啊，伊确实是十足的相拍架啊个性。伊这种相拍架的个性，就是伊弱点，我爱好好利用。今日看到伊迄种啊，互糟蹋的眼神。我手伸过，伊唔肯接受啦。讲起来，我嘛是加减替阮妈讨一口气。一定想袂到，你现在真正想法是安尼。就算我是以前给伊，啊，我要甲家己的元首人伸出援助的手，这嘛是需要真大的勇气。啊，不过。这件代志我今日做够，将军爷，我相信这个世间上无任何的困局，也是任何的代志，是我金大风做袂到。真正要失去一切啊！我变哪会用，让我过去的辛苦拢白费？不管这个老狐狸甲春春要安怎对待我，我拢必须要忍耐落去。尤其是今啊，但只如果唔是我，这个老狐狸的身体嘛无好，春春根本就无迄个能力，甲规个病院打起来。徐来发，你也是有机会。就算爱嫁做我囝，嘛着爱嫁有较实的，戏白卡徛久，人的。
竟然把门锁换掉，敢需要再到这里转？没讲，我袂让你知影，我袂用无你。但无，我活得跟死有甚物无共？讲啥？也袂咧。春春，春春，你莫安尼啦！你有话跟你讲几句话。春春，我是真正爱你的。就算是爱我死在病头上来证明，我嘛袂让你离开我。但是在我面头就来证明你爱我，你快讲白话！我不讲白话，我当然会用死在你面头前。要唔过我袂用让你跟我落去死，因为我惊你会伤心一世人。我从来毋捌看过，自从你这么厚面皮的人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小心别再来搞恐怖。阿若无，我就甲你弄死。春春，春春。春春，春春这个真正是心肝俩瘫痪，唔好我等伊病医，嘛唔好我等伊担架，我是要安怎？无论安怎，我绝对袂让你着放弃。Kitty， 只要月底的资金到位，就是和清医院的股东代表，我若是能争取到伊的支持。我就给我换新的机会。喂 ，Kitty， 是我徐来发。唔知你有时间无？我有代志要跟你参详。我拄好咧开会呢。唔知讲有甚物重要代志无？我想要跟你参详病医投资的代志。你若无闲，我去找你。免啦啦，我看咱是另外约时间。是讲我掠出你的丈人，无必要你管病医的代志啊。我哪会遐尼简单就因赶走？我要过我的步数，所以我才想要赶紧找你来参详一下。好啦，无钱着急，咱就先见面啦。我看，咱约伫之前，咱去过迄间咖啡厅。好，那无我先去遐等。拜拜。徐来发讲伊还佫有步数，那安尼到底伊佫留甚物后手？好，我着来探看觅。看伊到底想要变什么出头？你昨啉酒醉，我讲要送你，也毋过你坚持甲讲你要家己转去，你应该平安到厝，无问题啦吼。
我的酒量遐尼好，免哪可能有问题啦。迄点仔酒，我免哪有可能会啉酒醉。我人真清楚，我家己转去。你家己转去？你有法度入去担架？恁太太还佫丈人，无为难你。无啊，无代志啦。干嘛呢？我会记你昨甲我讲，讲伊是无遐尼简单会原谅你。我想这件代志应该无遐尼简单啦吼。还是你较厉害，一下就看破我的脚手啊！不对啊，我确实是无法度转去，到门口就唔冻掉了。你敢不是跟我讲，你阁有留后步，因绝对唔敢让你看出来。纯纯即摆人伫咧红花头，伊根本是啥物事都唔管。伊唔但唔听我做任何的解释，阁开车要弄我。家仔，我甚了紧？若无我即摆人啊，就倒伫咧边甲你讲话啊。讲来讲去，你甲咱可怜太太，伊若歹睬你，你就无步啊。我唔相信纯纯，伊的心肝会遐尼硬，我一定会阁想办法扳回伊的心。要唔过我嘛有做上歹的拍算啊，若是无用者，我就卖等伊等噶。讲几半步，伊根本就无其他的步数啊！看起来，伊的钱已经拢吐出来，嘛无法度阁等伊等噶。既然是安尼，我嘛完成我的任务，无需要甲这款人阁加啰嗦啊！你若无法度等伊等噶，安尼是真有够可惜的。我本来想讲，咱还阁用合作。咱也是同款的用合作啊！恐惊无法度，我的金处是一个生理人，人情无人。假使讲你若无法度等伊等噶，当阮摕到便宜的股份了后，就准讲我想要甲你斗相共，我的金主嘛无可能会同意。这有钱生理人，真正是有够狠心。社会本来就这么狠心，有钱才敢大声。是的啦，拄才会议开到一半，我就出来和你见面，我必须要赶回去。哎，凯莉，稍等下。和清医院无啊，我阁有一笔生意会当做，我甲你保证，一定会赚大钱。这个合作得你甲我，唔免阁找别人。就算你要赚大钱，冇有大的资本，你为什么这么怕？我唔是每一届找金主都有法度成功的，你打算要投资什么款的事业？你放心。我阁有留一笔钱，会用甲你投资和清医院以外的事业，所以资金绝对毋是问题。原来你身躯顶还阁有钱，无怪你老神在在，我真正看袂出来你这么有心机。我得，这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是看过你的能力，还够你人情下三里，所以才要找你合作。多谢你，假使真正有机会，我嘛真想要和你合作。是讲，咱唔知要投资什么款的事业？当然是跟我的专业有相关的生意。我是看好医疗生技产品的未来性，我相信，以我的专业，还够你的人脉，只要拍开通路。这个合作一定会成功。我是有一挂人命处理这个代志，也不过，唔知影你是毋是真正有资金？我开始咧烦恼讲，我代志若超好势，你唔知会无钱？你放心，我是真有诚意想要跟你合作，我无必要骗你。即马，得看你是毋是愿意啊。我当然嘛是愿意。
要不过我等研究看卖咧，再用回答你。我不得。莫迪卡，我的金主嘛真有可能有兴趣，无等下面讲看卖，再和你联络。安尼真好，若是有人想要投资，当然搁较好啊。那哩，我等你好消息。许来芳，我本来打算讲你伫恁太太还佫有丈人的面头前，怪干那啥，一点仔男主气概都无。想袂到你是一个在清退，佮有野心的查甫人，无我想遐尼简单。那是因为你想看见我。我一定要付出代价，让因知影我许来发是甚么款的人物。你电话抢要创啥？阿你是用误会？是你？你那个带歪去？我想要替你请我吃。那你有吃？你真正是出神病的，有时阵看起来冷冰冰。有时阵看起来又够温柔体贴，你敢知影？参像你这种的女性，我一点仔抵抗力都拢无。那呢？你都无想我过来，你唔通袂记哩？你是有太太的查甫人，我无想要了嘛。我嘛无啊，是嘞，我有代志，我真正要转去啊。你等我好消息。真正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凯莉一定是天顶落下来礼物。以凯莉的人面，对我的未来一定有真多帮助。而且伊人阁水，阁这么性感，这种才是真正的女强人。不参像春春，七尺高白，敢若想着家己。我有代志要找你，下晡两点，咱约一个便宜边仔咖啡厅。好，我准时到。我着看你外有骨气，最后也毋是帮我放袂落心。今仔日讲讲咧，我应该着用转去谈价。现在一定要双管齐下，一方面在谈价，好好把春春顾好掉，只要别离婚，我就有机会。另外一方面，好好把握跟Kelly合作的机会，最好是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，这叫做人才两得。看起来这个许来发比真正有抗暴，手头还有淡薄仔我不清楚，我来调查才会知影。
要不过这个徐来发看起来不想要帮手，也是有野心想要把何千一变下来。哪里说得来，你要我怎么做？是到这为止让你跟你去打，还是你要我继续对付徐来发？心思来到我门呀门无感情歌。